两个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女的，不要脸！是是，我们不要脸，好汉饶命啊！你看小的上有八十岁老母，下有……去去去！你娘六十岁生的你啊！别他娘的一求饶就说有八十岁老母，你们能不能换个新鲜的？不，这都是长官教的。你们长官就是蠢蛋！是是，我们长官蠢蛋。郭小芳，起来吧。 郭小芳，郭小芳，你起来，快点，把他抱起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去哪儿啊？去你们医院。啊，快点，不是，没事。 我说，到了医院赶紧叫医生抢救，知道吗？小的可叫不动那些医生呀，叫不动也得叫，告诉他们这是旅长太太。啊，是旅长太太。 西邙山土匪头子黑司令知道吧？俺们当兵过来的，不是本地人，小不得呀。少将旅长石海山总知道吧？哎呀，也没听说过。你他娘的笨蛋呐！啊，对，我是个笨蛋。石海山也忒没名儿啊。是是是，没名气。听好了，到了医院以后，赶紧向你们长官报告，让他们去找赞二旅旅长石海山。 就说他老婆在你们手里，是是，赶紧来接人，听见没有？是是，小的记住了。你听清楚了，这是旅长太太，要是出了事儿，别说他男人饶不了你，我第一个回来摘你脑袋，知道吗？是，这是旅长太太，小的不敢耽误。你再走快点！可是太重了呀。有你命重吗？要是想要命，就赶紧扛着。等会儿，老子使不惯。 哎呀，哎，莫欣好汉，敢问好汉大名？我你都不知道，我是有名的慢大侠呀，飞檐走壁百步穿杨。实话告诉你，刚才是故意打你帽子，要不然想打你左眼就不会打到你右眼上，知道吗？走。 你他娘的看啥？这报的是谁？这可是旅长太太，你不想活命了？去去让开！哎呦，乖乖，旅长太太是你想报就能报的？你想报我让给你报呀！<笑>慢大侠，俺就当你回慢大侠。 说这陈大曼他怎么还不回来？你说他去下宫，是不是去找我呀？偏偏今天一早我又过这边来了。他找你要看你不在的话，也应该回来了。哎，会不会像张虎兄弟一样被他们抓了呢？人家抓的是苦力，要的是男壮丁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要不注意啊，还真把大妹当个男的。 姑娘娘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哎，倒是你哈，越来越把她当个姑娘了。没有正经的呀，啊？依我看呀，她是为了保险起见，不敢贸然行动，又躲回木洞去了。不会吧？进。 志孝，你咋来了？谁让你下床的？
啥事儿啊？哭姐姐，你不是有把枪吗？你能借俺用一下吗？你要枪干啥？俺腿疼，俺想去老郎中家再看看腿，可是俺怕半道再遇见当兵的，以防万一嘛。腿又疼了，那你在这儿躺着，我去帮你请郎中啊。不用不用不用，等到时候俺自己去就行了。为啥呀？俺还想去再看看那个地方，俺姨娘是在那儿走的，走的时候连眼睛都没闭。那好，咱们去找郑营长，然后让他陪咱们一块儿去。不用不用，俺怕他们担心。那好，我不告诉他们，我一个人陪你去。哎，能够到陵墓去看看。哎呀，你说你一个人黑灯瞎火的，你不怕呀？不怕不怕，我们可是守陵人的后代。白晓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你，哎呀，你就别去了。白晓，让他陪你一块儿去吧，你们两个呀也好有个伴儿。行，咱们走吧。那走吧。小声着点啊！哎，拉了。真去啊！刚才我当着他们的面没好意思说，你看这大半夜的，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跟我一块儿出去，我以后说不清楚。你回去吧，我走了走了，我走了，回去啊！哎，你就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啊！所以说呢，人有钱。哎，什么人？过去看看，看看。没看见，咋像跟着？干啥？没准儿碰到条大鱼。你先回去，多叫几个人，回去。行，那你先跟着，别跟丢了啊。大爷，您先出去。三人不动，退。跟他没有关系。怎么是你？丁处长呢？他怎么没来？他早就溜了，我是自己来的。我知道你跟踪器的事，而且我也知道你一定会到这儿来。坤姐，没事，你别怕。哟，小毛孩长大了。俺只是来会丁处长的，可他没来。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吧？咱们你走你的，俺走俺的，咱们互不相干。幼稚！你告诉我，你会丁处长干什么？他说过的，保俺全家的安全。可是，俺姨娘被害死的时候，他却袖手旁观。俺是来找他报仇的。好样的，有种！不过你姨娘的事，我确实很意外。我也很难过，不过杀你姨娘的人
我已经把他击毙了，不信你可以问张军长。为此，我还和狗团长结下了仇。小兄弟，你听我说。 丁处长让你干的，你还得接着干。不过这次是给我干，时间有，一切还来得及。我们从头开始，怎么样？给你干。你的辛苦不能白费了，而且现在他们都非常信任你。这个女共军我得带走。那不行。嗯？这个不行。郭姐姐，俺姨娘的死是俺害的。 可俺不能连累你，你先打死俺吧。志向，好，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。郎中，把他的腿好好治治。你是个好孩子，她是个好姑娘，我也是个好青年，一个优秀的军人。 走。
险的这个。哎，行，你别说话了，行。我刚才看着他们有人跟着你，我想先把他们吓走，没想到你怎么就和他们打起来了？啊！可不是怕大满街有事儿吗？行了，别说了，还流血呢，走吧，走吧。走啊！直播间。说说，你跟闵知校去老郎中家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想先跟吴娘娘谈一谈。哎呀！哎，怎么了？没手受伤了，红娘，你快走，快！还小。老万，这谁？这水舒服吧？哎，舒服。再来一盆，再来一盆。嗯，好的。啊！了吧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你谁呀？人民解放军陈大曼。干什么呀？不干什么，我就要你抓的那些老百姓。徐医生，徐医生，我来接你了。徐医生，哎，来了来了，是来接你的呀？这跟他说好是9点钟吗？
哎，来了，等会儿啊。等会儿啊。来了。怎么了？哦，我这身你昨天不是都见我穿过了吗？可我一看这身衣裳，总心惊肉跳的。那这样吧，以后啊，我每天都出了这个门之后再穿这套衣服。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先把这衣服换了，然后再进屋门。你看好吗？不就是身衣裳吗？你还得给他们弄药呢。送来的时候啊，说是个重症的病人，我们无从下手。嗯，刚好啊，您过来看看。什么病人？刀伤还是枪伤？啥伤也不是，是个孕妇，昨天晚上才送过来，好像是个旅长太太。什么？旅长太太？嗯。啊，要喝水啊！你生什么呀？你这是？啊，男孩女孩？啊，男孩。喝水啊！哎，乡亲们，今天你喝我的水，下次要喝满月酒啊！机枪准备！银翠儿，咋样了？失血太多了，而且肠子断了，刚才都露出来了，我暂时塞进去了，不过现在必须要动手术，肠子容易感染，而且比较容易粘连，这样的话人就完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必须找医院找医生。要不咱找郎中吧？不行，我们得找西医，动手术。怪我，都怪我，就不应该让他上那个木洞。哎呀，不怪你，要怪怪陈大曼，都是因为他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贺叔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说不当这个武长吧，我不称职吗？你非要把我这个龙符挂在脖子上边，这怎么办呢？你说不是咋了，老汉儿？哦，那个同志陈大曼呢，这压着国军的苏长官到了大公堂了，苏长官要动机关枪啊，那可是孕妇、老人、娃娃好几十口子呢。陈大曼。赶快想办法吧。何大爷。哎，我。何大爷。哎。那老汉儿。哎。咋了？
何大爷，那白晓，白晓负了点伤，在屋里呢。负伤？啊，负伤了？白晓，这怪我，怪我！哎呦，怪我大爷！白晓，怪我，怪你，怪你！白晓，你怎么了？白晓，哎呀，看看爹，来看看爹！哎呀，白晓。俺有办法了。啊？上书镇军部那个医院，你去过的，把他先送去，然后俺再想办法。对呀，在你们家旁边那个医院对吧？对，那是好医生对吧？但俺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让苦女姐姐陪俺去。 兄弟们，千万别开枪，千万别开枪！你们的苏长官在里头被枪顶着呢。放心吧，我这身上没带枪，我跟你们连长啊是老相识了，我跟他说几句话就出来。干什么呀，孩子们啊，放松点，放松点！我再说一遍，把他们都放了，他们都是老百姓，抓老百姓算什么东西？ 你那么爱老百姓，拿你们的人换呢？老子不是站在这儿呢吗？还有我呢！哎，别上火啊！各位长官，求求你们了！别上火，别上火，不要上火，不要上火！各位长官，别上火啊！求求你们！副站长，不管怎么着，你也算是书香门第，自己称自己是个文化人。哎，这是个文化人的样子吗？还有啊。 咱们是军人，有什么事情，咱们之间可以谈，不要牵连上老百姓，好不好？共军来了，你们这左一个百姓，右一个百姓，你们共军就不牵连百姓？你们哪一次打仗不是让老百姓给你们抬担架、推小车、送粮送米，甚至送命的？放屁！什么叫牵连老百姓？什么叫利用老百姓？我们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，我们就是老百姓。 你以为老百姓舍生忘死、拥军之前都是被逼的啊？那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为老百姓求生存、争活命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你们到处拉壮丁、抓苦力，可是你问问这些弟兄，有几个是真心跟着你干的？小子，如果你不死，你很快就会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彻底消灭的。 知道为什么彻底消灭吗？那儿就是因为你们欺负老百姓，你们蔑视老百姓，你们不得人心。哎，已经过了下空镇了，这边也有医院，要不要先去这边呢？俺看咱们还是去上书镇吧，那儿俺能找到帮忙的人。那也行，那就直接奔上书镇。坐稳了。哎，快看那边有出兵的人。 是去王陵村的，好像。还真是。那咋办？要不要去个人给吴娘娘他们报信儿啊？不行啊，白小这撑不住了。是啊，那咱们快走吧。也是，反正王陵村那边已经有数的起他们了，去不去都一样。坐稳了，咱们走。下。 红军见您在这儿，哪还敢来呀？是啊，红哥，您的虎威早把他们吓得尿裤裆了，咱们撤吧。你俩在骂我？不是，你俩是不是在骂我？没有。 我让你们等了一夜，你们生气了，你绝对生气了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小兔崽子，有没有？没有，胡哥，胡哥，我们哪敢呀？让你们笑，我是对的，我没错。
到了，到了，命令你站在前面那个土坎看，啊，把炮架在那儿，咱们居高临下，那个王林聪打的是七零八落。是，弟兄们，快上！为了反动报仇，为了季副官报仇，为了死去的兄弟们报仇！行，过来，过来。呸呀！不会说人话呀？啊？把老子都跟那个死的人编排在一起去了。我告诉你，进了村以后，要特别留意我的那个战地女生，千万不能让她受了伤，晓得吧？其他的人，见一个杀一个，毫不留情，明白吧？明白。是。舒连长。我们这边该来的人都来了，我、大曼还有吴娘娘，你呢？现在把老百姓都放了，咱们之间好好谈谈。没商量，叫你们家属队出来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们也在找家属队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。那正好啊，我这是帮你找呢，我是挨家挨户的搜啊。啊，里边不是有几个孕妇吗？这孕妇又跑不了，藏不了的。把他们全搜出来，不信不他们不出来啊！再说了，你看，我才抓了这么几个，就把你们几个这个头都逼得现原形了，啊！我老子再抓，我看他们出不出来。朱德姐，你脑子有病是吧？你才有病呢！我告诉你啊，王陵村是不能驻军的。老子非比常人，别人不敢干的我就偏干，我就住了，怎么了？历朝历代所有的将领没有在这驻军的。等，你说的那些老子也知道，什么王陵村不设防，什么易攻难守。郑强，你知道我信奉哪句话吗？啊？守规矩能成事儿，不守规矩则成大事儿。啊？郑强，少跟他啰嗦。我走。外边人都杀火眼了，那教训也没用。没错，娘娘们，
他就是个窝囊废，甭跟他废话，带着你的人跟我走。哎，哎，白小军，姑娘娘，留下，安排老百姓转移，你走。哎，你小心点。告诉我，这个地方除了一个大门，还有没有别的出口啊？没了，胡说。咱们必须赶快。啊。报告村座，各部已完成重要村落包围。好，知道了。是。李副官，到。咱们进村，告诉弟兄们，不留活口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两个杀一双。好。昨天打老子黑墙的那个副连长，隔壁受了伤，看准了他，把他逮住，抓到老子跟前来，老子非活剐了他不可。注意我的那个战地女生，千万千万不让她受伤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去吧。好。封江边打猎去。嗨，闲着没事儿，电台那些电话不都坏了吗？待着也是待着，怎么样？跟我一块去。是。Thank you.
没完有。